你的剑术已经很不错了，进步得很快。马卡，你也很棒。王先生，有您的信。想念无儿，家中异象不断，母病重，盼儿学成早归，切切。 共产党地下党员方锦绣和国民党潜伏人员汪大球频繁合作，开展破坏行动。什么情况？这大半夜的，让我们过来捡东西！真是。雷定。
太太怎么样？哎呦，您快去看看吧。行。不是让老爷看着太太吗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老爷，太太不知道怎么了，太太疯了！你不许胡说！哎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从太太回房间，给太太重新换了衣服，没想到看见太太一个人在房间里转悠，我想她也不答应我。 这是咱们汪家自制的安神香，你们都散了吧。是。老爷，太太已经安睡了。 这都好几回了，他们说看见有一个女鬼在墙上这么呼呼悠悠的飘啊飘啊的，还一直大笑。哎，有几个丫鬟已经吓得要走了，他们都说什么害怕，尤其是太太。哎呀，你说这情况再这么下去怎么办呢？女鬼啊！是啊，老爷，这女鬼都来了好几回了，她的目的是什么呀？ 来者不善，肯定会再来的。老爷，咱们想想办法吧，要不我们捉鬼？嗨，嗨，那是我爸爸。哦，我的女儿。 我非常想念你。你好吗？我很好，这是我的中国同学汪立伦，他就住在香都孤城。小伙子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你们到香都来，这里真是太有意思了。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小伙子，这里非常不安全，你们赶紧离开这里。可以跟我们一起走吧？不了，你们先走吧，不用担心我。好吧，我们先走，来。 再见。
你们抓我干什么呀？再见，！放开我！站住！小孩的脚印儿，来风，别胡说，看你这毛手毛脚的，这花瓶。我，女鬼，小孩，小孩，女鬼。跑不了了吧？追你这样的小毛贼啊，我都不费劲。中国人不知好歹，不好好的为大日本帝国天皇效力，只有一个结果，统统的死了。欺骗皇军，良心地大大的坏了。现在当着你们神的面不能说谎，说出是谁干的，如果不承认就统统的死了死了的。长官，我们被抓到东胜赤乡，被全城监视，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干啊，我们吃的这些香没有药效，和我们无关啊。嗯，嗨，给我打！哟，口气不小啊！瞧你这西装革履、细皮嫩肉的，肯定就是吃了洋墨水啊！今天就教教你什么是中国规矩。在上海，还真就是我说了算。看来现在我想走也走不了了吧？揍他！哎，你！对不起，滚，走走走，快走。
我换了原谅，是我做的，答错吗？嗯，还给我打！ 以前在香肠里面的香工，你们要查这个失效的香的问题，我可以帮您。您现在把香工一个一个打死，你也调查不清楚啊？那没有了香工，你怎么制香啊？如果查不出原因，一样得死。 拿着，怎么样？长官，这些香闻起来湿湿的，又湿又潮，尝起来它又苦又涩。在我看来，有两味关键的原料。 它没有办法调和。至于这个香料里面的成分增加或减少，这应该不关这个事儿。难道是配方错了？嗯，去查原始的配方和翻译给的配方。嘿，长官，这配方。 是你从我柜台拿走的，给我接着打！别打了，长官，别打了，长官！马师长，这日本人已经在。 香神庙杀了一名香工啊，怎么办呢？市长，慌什么慌？我这不是怕日本人在香神庙……你是市长，我是市长，我……你还怕出乱子？我都没怕，你怕什么？日本人的乱子，是你我能管得了的吗？你敢管吗？不敢，不敢。 回去吧，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。是。翻译没写，用水调和是温水，而不是冷水，不怪他们。嗯，笨蛋。 老板，结账。哎，老板，请上。哎，老板，您这是？哦，您稍等一下。 给您钱，哎，谢谢老板慢用。哎，您是？听口音，你是香都人吧？是啊，您也是吗？嗯。哎，那我怎么还你钱啊？有缘香都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一定会还你钱的。爷，走吧，走吧。 大夫已经请过了，马上就来。啊，催着点啊！哎，进去倒杯水啊！哎，好嘞。哎呦，你都这把年纪了，你出风头干什么呀？是把人家给救了，你瞧你自己伤成这样，我今天要不是把你救回来，你就在这乡镇庙祭祀老祖宗吧。大夫请了吗？哎，再去。你这个之前也是咱们香都的香工。 我，哎呀，行行行，别说了，你看你都伤成这样了，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利索。大夫，大夫，来来来，快请你请进，来。大夫，快点给看看啊！这就是刚才被那帮缺德的日本鬼子打成这样了。哎呀，您轻点儿。 老爷，太太，李老大少爷回来了。爸，妈，嗯，快起来吧。起来吧。爸，哎，长高了不少啊。你还好吗？非常好。妈，儿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妈。 你的身体好点了吗？我没事儿，来来来，快坐，快坐。哎呀，想死我了。哎，儿子，你怎么瘦了？妈，你不懂，这叫英俊潇洒，有肌肉。<笑>你到国外去啊，都快忘了娘了。妈，在法国呀，我是天天都想您。 好，天天想我，你快跟我说说你在法国都有些什么新鲜事儿啊？法国呀，有卢浮宫、塞纳河、埃菲尔铁塔，还有红酒、牛排，法国美女。还法国美女呢？你看看你，这一年才给家里回几封信呀？妈，还真不是我不给您写信，您是不知道，这信。 是根本记不出来的。哦，法国的风景虽然好，但是都被德国兵占领了。我们班所有的犹太同学全都跑了，有一个没跑的，全家人都被德国兵给抓到波兰去了。还有一个没跑的，被带到广场上绞死了，血都流干了，也没人敢管。还有，得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哎呀，老王啊，哎。 那个桂圆莲子羹好了没有啊？对，莲子羹来了，快给少爷先端一碗。哎，好好好，少爷，好久没有吃到家里的莲子羹了。嗯，好喝。爱吃就多吃点，爹这个也留给你吃啊，慢慢吃啊。嗯，妈，你也吃啊。 妈，以后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，一定要马上告诉我。儿子，你回来了，妈就一切都好了。妈，我给你带了法国的礼物，你肯定会喜欢的。你看，这个是法国的丝巾，怎么样？哎，好看吗？好漂亮啊！哦，还有这个。这个呀。
这么多东西啊，好闻。这法国香水啊，跟我们的香不一样，液体是帮助气味扩散的，法国的香水有很强的层次感，它会缓慢的释放，并伴随着人体的变化而变化。那些法国的贵妇人啊，都是给自己定制香水。哦，这一次我还带了一些花精。 希望可以用在我们的制香工业上。你回来了，就先休息两天，然后慢慢的再熟悉家里的生意。好，我呀还给妹妹带了一条丝巾。她也要回来了，过几天就从上海回来了。是吗？嗯。哦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 哦，对了，我呀想在家里面看看能不能做法国的实验。是吗？好啊，洋办法。我都已经定好设备了，我呀想在汪家建立一个西洋的实验室，用科学却武装汪家。这个创意挺好的。哎，你回来的也正是时候。明天呀是我们的香神祭祀，要不？ 我们就一块儿去吧，虽然今年是梅家奉香，但是你大老远回来了，也正好去拜拜祖宗。嗯，知道了，妈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感谢香神保佑我们香都，我们香都人。 祖祖辈辈在这里制香奉香，祭祀香神，既是祈祷平安，也是提醒制香人守住老祖宗的传统，老老实实做人，诚心诚意做事，香神保佑。 香神保佑！香神在上，指明方向。现在开始上香。嗯，等等，香都。 有从外面回来的孩子了？今天该让这个孩子来上香。谁呀？让孩子上香。香爷，今年是应该要轮到梅季奉香的，规矩不能破啊。我倒是谁家的孩子呢？原来是你汪大球的。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。汪大球，今年该是我们梅季上香。 你也要插一手吗？你别误会，我是不知情的。我什么时候误会你了？闭嘴！都听我的。王大少爷，请上来。香神在上。 王大少爷，请你上香。上去这难道小可不是我们自己的事儿啊？这绝对上香是一样的，可以的。
乡神，保佑乡都，保佑乡都。乡爷爷，我回来了。以后啊，我哪儿都不去了，就好好的陪您喝茶，不，陪您喝酒。好孩子，回来好啊，难得你还记得我，还喝口小酒。我小时候啊，就知道您喜欢在这茶馆里面喝酒，我一回来啊，就把我妈藏的花雕给您抱来了。好。时间过得真快啊。小时候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听您在这讲故事、吹牛。谁吹牛啊？我吹牛，我吹牛。二位稍等啊，这次我回来呀，要好好的学习做香。你要记住了，这个每一种香呢，都有自己的制作流程和制作的方法，多一步不行，少一步也不行。每一种香都有自己的配方，只要你坚守正确的配方，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够制出好香来的。好的，乡爷爷。以后啊，我多多向您请教。您放心吧，这事我一定办好。王少爷，您来了。机灵着点。来，看一看。我就这个吧。上好，我不要好胆子。这个行，谢谢。来，看一看啊，上好的鸡毛掸子。一点看看吧，我不要。看一看了，哎，您要吗？看看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长官你好，我是芳香花房的老板方锦绣，刚才去王家送货，这篮子里都是空的。废什么话，给我搜！是是。看看吧，站住！对，抓住他！别动，别动！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好了好了，没什么东西，我们走吧。这位军官，请等一下。怎么了？乞丐和军官一起喝茶，我想这件事情是预谋的吧？太不像话了！闭嘴闭嘴闭嘴！大家都知道，乡都最热闹的茶馆在乡神庙。刚才一位军爷和这位兄弟相谈甚欢。至于你们密谋了什么，我想只有你们心里面最清楚。哪来的小次郎，给我抓起来！误会误会，大家千万别伤了和气啊！这位是汪家的大少爷，刚从国外留学回来，汪少爷就是有点爱开玩笑，长官您别生气啊。哦，原来是汪大公子啊！误会误会，走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咋回事？方老板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我会小心的。谢谢你，你也快回去吧。我一回来啊，我妈经常跟我提起你。那这样，明天我去芳香花房登门拜访。好。路上小心，啊！走吧。你们在干嘛？小姑娘，去哪儿啊？皮肤不错吧？不干嘛？谁领的？来，给爷乐一个。玩会儿吧，玩会儿。你想干什么？行。放开点嘛。长得不错。我说小姑娘，陪哥哥喝一杯去。大哥，没事吧？喂喂喂！欺负人是吧？又来个多管闲事儿的，这是爷的地盘，想欺负谁
就欺负谁。好，那就让我来教训教训你。谢谢你啊！哎，这，哎，我怎么刚帮过你，你就想跑啊？你是湘都人吧？哎，我也是湘都人，太巧了。我这么帮你，你至少要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吧？我不是跟你已经说过谢谢了吗？哎，我请你喝酒去。啊啊！哎，你怎么恩将仇报？